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1至2月份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1842亿元，同比下降9.0%。其中，住宅投资8823亿元，下降9.7%。1至2月份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11369万平方米，同比下降20.5%。其中，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4.8%，新建商品房销售额10566亿元，下降29.3%。其中，住宅销售额下降32.7%。1至2月份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6193亿元，同比下降24.1%。其中，国内贷款3144亿元，下降10.3%，利用外资5亿元，增长7.4%，自筹资金5374亿元，下降15.2%，定金及预收款4630亿元，下降34.8%，个人按揭贷款2214亿元，下降36.6%。